除了新冠肺炎的疫情之外，嘉义县也来出现着今年第一例的日本脑炎病例。相当值得注意的是，这名患者伊并无到国内外旅游的行程，所以卫生局已经针对着这位民众食头路的地点，佮有徛家周边来进行着病媒网的调查，同时喷药啊做防治。卫生局提醒，六月份到七月份是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民众应该爱加强居家环境的清洁，避免病媒网。盖关卫生局指出，闽南乡一名男子因为发烧就医无改善，18号出现抽搐、意识不清就医，23号确诊日本脑炎，目前伫高病房治疗中。今仔日防疫快步解说登革热以及日本脑炎防治的重点。卫生局长赵文华指出，热天是小高热以及日本脑炎的高峰期，传染媒介包括着三班加门、环门加门以及白头加门，介意着自身的水产、灌溉沟渠、水池啊、草地积水、大型的容器。民众应该避免在黄昏也是黎明时，白蚊蚊吸血的高峰时期，来到这个高风险的环境活动。如果无法度避免，应该穿浅色长䘼的衫裤保护。那今天特别又跟大家讲啊，有关于日本脑炎，那嘉义县已经出现的首例的日本脑炎。那日本脑炎主要是透过蚊子做传播，所以家庭环境的整洁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居住的空间有经常会接触到蚊子的话，那你要特别小心注意，那应该做一些防患啊，包括捕蚊灯，包括你家里面的纱窗，包括附近的啊居家环境啊是积水的问题，都应该去做一个处理哦。那所以请大家提高警觉。那不管怎么样啊，整个所有的这个疫情的发展，那随着整个啊疫苗的普遍施打，那慢慢的群体防护力啊，再加上啊确诊。那整个大概慢慢的整个这个在缓降下来，那我们希望大家持续的在关心注意整个趋势，那记得要去打疫苗。卫生局呼吁平时应该注意到居家环境的卫生，落实顺道清刷，不留下积水，做好病媒蚊滋生源清除的工作，也可以使用捕蚊灯加装刷窗刷门，避免到蚊虫滋生来叮到，也降低小高热以及日本脑炎感染的风险。细心新闻蔡明东，嘉义县采访报道。我们从四星到五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嘉义的进步，看到了嘉义县民对我们的肯定。八大面向的平均满意度还是全台第一名，这代表你的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最近啊，我到外面去走，自从啊眼见给我们五星县长以后啊，我们的县民说他们也是五星的县民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疗愈、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那我们即将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肯定跟希望，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那这一次实际上我最高兴的还是一个八大面向全国平均第一哦，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团队。那这三年来的累积受到大家的肯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嘉义的整个龙工大学的格局也在往前发展，我们希望乘着这一股气势，我们嘉义可以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来努力，也希望大家慢慢的把注意力也可以注意到一个从来你们不会注意到的一个穷的农业县，叫嘉义县。谢谢大家，谢谢。